石榴云雾绿茶，你们五一都出去玩了吗？我这两天反正是没闲着 昨天去了趟水果，吃那个榴莲车厘子自助。最近这个汤泉榴莲季上新了，然后好多汤泉就是既有榴莲，然后还有车厘子，我觉得这个羊毛得薅一下，因为过一段那个车厘子就下架了。还挺好喝，挺清爽的。一会儿还得出去呢，跟朋友吃饭、逛街。倒是没去什么景区啊，出去玩，我感觉都是人，外边就商场人都很多。拜拜。